老板给我三次机会，命中的玩具都能通通带走，全都是被没收的玩具，我一定要三发全中。我是哇，中了，嘿嘿，好玩，旋转干脆夹归我了，再接再厉，我再次，哦，刚好像这两个都中了，再次，赚大了，赚大了，一个铅笔盒还送三根谢铅笔，姐太好玩了吧，还有一只鸡，这下老板亏大了。最后一发，我是哇，三个盲盒里面可能会有真的黄金，这也太爽了，大家等我的好消息。